他的意思就是15恋，就是说他在15岁的时候啊，他那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子，他很喜欢，他心里就蹦蹦跳，蹦蹦跳，蹦蹦蹦蹦蹦蹦，那就心里小鹿乱撞。他形容15岁那个时候的爱恋，我经常要求他说15岁恋爱完之后没有弄46岁的。OK，就永久弄三百块。